我基本上天天都吃，啊，天天都是，天天都是鲤鱼海螺蛳粉。你一去到某个地方待那么一两天，就觉得最想念的，不是男朋友啊，就想吃柳州这一口螺蛳粉。要是别人没有吃过螺蛳粉的话，我一定会推荐他去吃一下，因为真的是吃了之后就是放不下的那种。